但首先我觉得不论这30年您认为他您亏欠他什么什么东西，但到今天我妈是董明珠啊，还不够他拽的，这拽班开玩笑对不对，是他我觉得是这是最棒的事情了，您的所有成就给他带来他也许他未来发展有很好的舞台，你看我们建宁大哥儿子、啊、王思聪对吧，那多拽啊，对啊，拽翻的吧，对啊，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你儿子在哪儿呢对吧啊，我想反问董总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你看他到30岁了，那你接下来对他有什么希望，因为你现在已经给他可以任何人给更多东西，在他的眼里他就是个普通人，对于我来说我也觉得这样，我告诉大家他现在开一个车就10万块钱的车，开得好得很，开心得很、啊、那个他个子1米9啊，开这个小车就那么点大，嗯，啊、他还没有结婚是吧？没有没有，有几个女朋友？对，没有，哪里有几个女朋友？一个也没有，没有，就是除了开着一个小车，我又有希望了，一个女朋友也没有啊，对啊，我又有希望了。有自己的房子吗？啊，有自己的房子吗？我有房，租房，租的房子，哇，还没有自己的房子。听起来好悲惨嘛，就像是没有女朋友是因为是他不敢告诉您，还是说？对，他真的没交，他这么帅，没有，可能跟你差不多高吧，你1米9，一米九，哎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对，哇，他符合高、富、帅，他自己的选择还是自己选择，那就是你不给他钱了，对，还对，